Hello，Hello，hello. 先吃这个豆乳盒子。我第一次买他家豆乳盒子，而且可便宜，这个豆乳盒子10块钱。边店买的那个豆腐盒子怪好吃的，挺好吃的，豆乳味也挺浓。这也是便利店买的，香肠。这个鸡腿，这鸡腿挺大的，都挺辣。这个挺好吃，这个小的，这个啥呀？披萨，它的中间有点甜了，这叫啥？奶酪吗？甜，跟便利店买的泡芙，奶油挺多的。这抹茶的，这里面就这样了，这种。草莓的。好冷啊。这个都有点凉了。这怎么爆浆？我110多斤，现在泡芙挺好吃的。
拜拜。